好，为了感谢全年无休、日夜守护民众安全的协勤民力辛劳，吉安乡公所特别制赠了端午节的礼金。吉安乡的协勤民力包括有巡守队、义警、民防、宣导义消、救护义消、抢救义消等全年无休，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协助公部门守护乡亲安全、维护治安，还有交通顺畅。吉安乡的游淑珍在端午节前夕特别制赠过节礼金，感谢最强民力团队的协助，让吉安乡幸福又快乐。缤纷吉安，幸福相承。谢谢我们所有的志工协勤民力，一起共同守护吉安的交通维安以及生活市性的幸福。今天特别要谢谢巡守、义警、民防、义消、凤凰、复宣的好朋友们，在佳节期间，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开启祝福，也在平时24小时防护守护着我们的安全。只要有我们的危机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天然意外的灾害的时候，他们都是在前线守护的乡亲的安全，特别要在端午前夕祝福他们能够健康平安，更要一起携手共同维护未来在疫情跟任何灾害应变上的一个重要守护乡亲安全的工作，我们一起共同来努力。乡长游淑珍一一颁赠端节礼金，向协勤民力伙伴们致上最深谢意。除了祝福大家佳节愉快，也叮咛大家在执勤的时候要注意自身安全，更要落实防疫措施，守护乡亲的同时，也要保护自己健康平安。协勤民力一家亲，缤纷吉安又够赞。谢吕慧吉安乡报道。